到了艾比一脸嫌弃。今天是我们在北京的最后一天，过两天还会回来的。出发前一天还在排练新歌，不是排练吗？这就吃上了。来给 Dora 买生日蛋糕，换一个，498元，太贵了。我包都装不下。跟室友坐地铁出发，赶了个早高峰。3双拖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秦宇跟我说，我说我冷吗？我穿着外套，然后呢，他说有被子。其实我不知道我身上有被子，但是我嘴硬。你觉得呢？本来想把 AB 给换一下嘛，结果人家不乐意，不乐意就算了。我们好好跟他说话，他怼我们。那小孩还骂。凤阳。好不容易 AB 跟人换了个车厢之后，上面有两个男孩子，然后吴瑶双眼一滴溜，你知道吗？我跟金玉说，要不然我们跟这两个男的问一下，上面那两个铺，如果 AB 跟 Dora 换到下面来了，上面那俩铺咱们是不是可以攻略一下？可给你聪明坏了。好像可以说样子男生比较好讲话。我说吴瑶你去试试，因为毕竟我丢不起这个脸。结果上面那个上铺的大哥立马就同意了。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男生，他一开始有一些不想换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施展了一些并不属于我们的东西，虽然我们个个都是素颜，使用一些美人计让别人骑虎难下，觉得今天不换铺是我不是的。你确定这样可以是美人计？对不起，谢谢小哥哥。不知道我们是干这行的，然后跟他这种、啊、无语吧。应该这样，如果有一天你刷到了，如果有一天我谢谢 AB 帮我剪了。大家虽然他的手没够着，谢谢青怡帮我剪了，谢谢 Dora 抓了青怡一把。青怡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位置，这是 Dora 的床，你要不要衣服啊？这是 AB 的。你看我想理你吗？小 A 小 D 我哇餐车哎、欸哇，菜单呢？还有菜单，68元。哎，最大。那我想要一个农家小炒肉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走了，再见。我要回家了，我要回家了。这饭也不是必须得吃。嗯，好吃吧，思思？嗯，好吃到拍脚。你这是吃完转头就睡呀、啊？快到郑州了，一会儿下车。你快下车吧，再见。嗯，现在是6:05，我们要坐到明天早上7点多。嗯，哎，哦，水吃了水，水吃了水，我就在我自己的这个小空间里，我的小空间里折腾。没接下来欢迎收看秦宇给 Dora 准备的生日 rap。 耶耶耶，走嘿，做了过生日，今天过生日，生日年年有，今年最特别，做火车是我父亲观众巡演，有朋友送祝福吃生日面包，祝 Dora 赚大钱要天天快乐，明星那么多， Dora 最红火， Peace and love。 秦老师这顿 rap 打字打字打了好久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那说拜拜，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。Dora内心，这一切赶紧结束吧。对对对， Dora 对我的生日祝福有什么感想？请问对于让我们的赞歌有什么感想？对于我们唱的歌有什么感想？挨个说吧，来。很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特别好。这是我们第一次陪你一起过生日，嗯，希望你要记住这个特别的经历，在火车上。第二次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，有的。第二次的时候，我们搞一个更稀奇的，非常的不差。你在什么？是不是你也想听生日 rap 了？太大了，好看的，好看的，好看的，我确定，确定，确定的。嗯，广州，广州回来了，广州。这雨也太大了吧，真的，我湿透的我。这个雨有点太突然了吧，一下子变大了，外面黑漆漆的。看一下湿透的我，透完了，透晶透晶透的。我们来吃早茶了。下这么大雨，你们也是蛮拼的。干炒牛河，红米肠。耶，奉茶，奉茶。
抓 ，I like I like 虾饺虾饺。他点萝卜糕的时候，我本来有点拒绝的。鸳鸯蘸的时候，哇，明虾蟹子烧。我的鸡爪跟你比了个亿。干饭，大家在干饭中。晚上来练习一下，小二哥现场改动作。导演来了，为了明天的 MV 拍摄，录了一下我们的舞蹈走位。拜拜，下期见。